平常买 S 就买 S，M 就买 M。那妞儿一样穿的是 S 号，这一次很可爱，这边做了一个小造型。然后呢，一样口袋有给大家，两个口袋有给大家。它就是一件非常实穿、四季都可以穿的弹性牛仔吊带裤。妞儿大概身高161，我折了两折裤管，还有经典元素的这个小割破点，它不会越破越裂，就是一买买。而且这边也有一个。还有这个破啊，是破的很秀气的破了。再来呢，这里是可以调整肩带的，有人喜欢下一点、上一点，或者是你喜欢这样子单肩的也 OK，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哦。大家如果想知道正确的尺寸的话，官网上都可以看得到。然后弹性的小割破、小刷破，好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这种弹性活动一定非常非常方便的。